主料，土豆一个，辅料，酱油，油，芝麻。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土豆洗净去外皮，切成长条的用，加入酱油腌制约20分钟。锅里放入食用油，油热后将土豆条依次放入，待土豆条变黄后，用筷子感觉打手后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，注意油温控制，土豆条不可泄得过气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